你们觉得我很奇怪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我很奇怪，那你们自己就太奇怪了。因为我是黑人，很多人问我很奇怪的问题，比如说路上的妈常常问我，你的头发是真的吗？是自然卷吗？我可以摸一下吗？你一定省了很多烫头发的钱哦。阿妈，你不知道，我其实花了很多钱把我的头发烫直的啦。我笑的时候，大家都马上看着我的牙齿。你的牙齿是真的吗？为什么你的牙齿那么白？我知道了，因为你的皮肤那么黑，所以你的牙齿看起来很白。夏天的时候，台湾的天气很热，所以我穿得很少。卖菜的太太问我，你不怕晒黑吗？为什么我会怕？我已经是黑人了。哎呦，让我们大家欣赏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好吗？好。你们还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不会。谢谢哦，记得哦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